大家好，我是小黑。今天呢，我们呢，我要来回答这个2000订阅 Q&A。对，就是这个的，拖更了三个月的 Q&A。那我们开始吧。第一题，你色是吗？第二题，女的吗？没错，我女的，不要再说我是男生了，好不好？第三题，小 P 能加我好友吗？可以，但是你要先给我 Roblox ID。第四题，达到2000订阅有什么感想？为什么你那么帅？达到2000订阅，我觉得很开心啊！真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我才达到2000订阅。我从饮食订阅到现在，哦，真的觉得谢谢你。啊，为什么你那么帅？我真的觉得我不懂你的意思。下一题，小 P 是萝卜吗？没错，我可是传奇般的腋下萝卜啊。下一题，你平常玩什么游戏 ？Roblox。下一题。Will you play the Wild West? No, 我平常没有玩狂野西部。下一题，你玩 JoJo Roblox 游戏吗？没有。喜欢的 YouTuber 是谁？很多啊，很多啊。例如牛奶啊，博士超人，还有谁？夜空钻石啊，和夜草啊。啊，小爱玩游戏的小米，蓝影刺客 ，7101，马仔吧，然后阿维喵啊，神奇玩家，然后霸王 YOK， 阿来，就大概这几个吧。下一题 ，Do you know Rick Astley？Yes， 我超爱他。我现在就来放一下他的片段，好的，各位有没有被我 recall 到啊？下一题由阿来提出的36题 ，Oh my god！ 第一个，你对粉丝的看法是？就是我的粉丝呢，全部都是屁孩啊，不是？下一个，你对管理员的看法是？哦，我很谢谢他们帮我管理这个 Discord 伺服器。你还喜欢玩 Roblox 吗？我还喜欢，但是很少玩。你觉得有办法在暑假前达到3000订阅吗？应该不太行。3000订阅会不会抽奖？会。你觉得你快乐吗？不知道。你身高几公分？忘记了。你对盗片或对盗方面的看法是？不要再盗片了，好吗？自己去拍 ，OK。之后会拍有关 FNAF 的游戏吗？会，我正有打算。你觉得谁 Q&A 问题最多？你喜欢什么动漫？没有特别的喜好，喜欢跟什么人玩？像你这种，只要每天努力就可以实现梦想。然后记得对任何人有礼貌。谢谢你要来。下一题，哦，粉巧提出的，有没有考虑拍摄 Roblox 之外的其他游戏？有。因为我想要拍 FNAF， 对群组未来的方向有什么期望？希望有一天可以活跃啊。对未来有什么期望？希望可以，希望我的影片风格会回到以前那种感觉。对管理员有什么话说？谢谢你分巧，我觉得你跟 Ninja 管理的这个群组啊，你们很辛苦，谢谢你们。我基本上都没有在做事。喜欢粉巧吗？当然喜欢啊！最后恭喜小 P 2000订阅啦，谢谢你。下一题，你是不是 gay 的？
为什么你有多的时间？什么东西啊？我怎么可能是 gay 哦？然后第二题我看不懂，下一题打算呼吸吗 ？What？ 什么鬼？你觉得刚刚那个何时给我 Robux 永远不会给？你是女的对吧？对，我帅吗？不帅。下一题，亲爱的小 P 您好，我想问你对于我的看法。你是个很棒的朋友，会跟我一起玩耍。真的觉得，你太棒了，我觉得你很。如果有男友，你希望他是怎样的人？哦，我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不需要男友。下一题 ，Roblox， 你认为最会玩的游戏 ？Tower of Hell， 要公布微电影的合作项目吗？如拍片说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们的火焰猫口咖啡厅要爆掉，要废了。是否有保持对 Roblox YT 最初的感觉？没有，已经跑掉。有没有认识什么女性 Roblox YT？ No， 没有没有。有没有想拍 Roblox 以外的游戏？有 ，FNAF。对于一些想跟你玩的脑粉有什么看法？啊，反正我的粉丝大部分都蛮屁孩的。对于自己绘画的程度给予几分？应该有三分吧。对于管理员的看法，我刚刚讲过了。最后祝你能破三千订阅，甚至更多更多，你的锋利熊熊敬上，谢谢。